关键直播界两大巨星，可能您都不知道。直播界一个叫小齐全，什么卖东西？那不然嘞？卖感情？没有，一直在等讯息，真的好像交男朋友的感觉。怎么可能掉了？太快了啦！突然有点感动，还是我太久没谈恋爱。我告诉你们，小齐全呢，他都靠露奶来博版面。然后他说没有，我没有要露奶耶，那我靠起来好了。然后结果真的录影的时候，那个扣子又掉开了。厉害了，少女白琼，哎，套路被擒了，被擒。这两个男生都有留下深刻印象吗？有，都很会唱歌。哦，希望今天搞不好就是成就你的好日子了。加油，好吧，先来看看他们四天的声音相处。来了 ，yes。你知道吗？为了跟你告白，我跑去私讯梁静茹的粉丝专页，只为了跟她借勇气。傻眼。这复杂的世界，更需要你的美。我想紧紧抓住你的手，不松懈。唱歌很好听耶，前面听他讲话就是还好，想说有点远，就一唱歌，天哪，是个情歌小王子来着。早安，起床了吗？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？怎么两个都这么会唱歌啊？第一男的声音一听就会有点害羞，他那个早安哎呦瞬间就麻掉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用来了，之后每一天我会自己录，这样就可以独占他们的声音。知道我害怕没有安全感，害怕被伤害，害怕被冷冻。听我说，手牵手，跟我一起走，创造幸福的生活。哎呦，这么快就要掉了，太快了啦！喂，洗完澡快点吹头发，小心不要感冒了。有你陪伴我周围，你的香味一直徘徊，我舍不得离开。那就不要离开。哦哟，怎么办呀？你们怎么唱？一个很温暖，一个很大男人的感觉。哦，传来了。我真的希望能够成为你不可取代的一个存在，也希望可以带给你的人生一个不一样的色彩。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还会弹吉他。感觉你很喜欢唱歌跳舞，很刚好，我也喜欢。Come back to me。情歌小王子会弹吉他，早安男又会唱歌跳舞，怎么办？一名选嘞，一直在等讯息，真的好像交男朋友的感觉。但是我竟然不知道我的男友长什么样子，传来了。如果你不懂得照顾自己，不用担心，就让我来照顾你吧。让我照顾你，面对再大的风雨，也能微笑做自己，像个孩子，有点想哭。躺在我怀里，哭点太难忍了，就那一张嘴，突然有点感动。还是我太久没谈恋爱，没听到这种话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。我是特别的人。天哪，他跟我说晚安。哦，好久没有人跟我说晚安，好心酸的画面。噔噔噔，是恋爱中的小少女。壮丁壮丁对哦，印象中你帽子皱裂，在教室里面不发一语过每一天，眼神中有点落寞，有点藏着什么。我问你摇头，眼光却闪烁，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吗？
帽子遮脸，转角咖啡店，戴耳机隔绝了世界。我递上一杯咖啡，笑着说谢谢。我知道是你温暖的空气，我又遇见你，这次就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塌下，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。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让我对你说说什么？爱你。厉害，我以为是说阿拉丁。阿拉丁，我有史密斯。B 男带来那女孩对我说。哎呦！哇，这前奏就好有哭啊！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。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？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，他变成了眼泪，泪也滴在左手，凝固成为寂寞。往回看，有什么？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。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，一天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她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错。是是是，两个都不错，对吧？两位高手，真的。我选斯文的。那我们看看你的遗珠，不要的 A， 请看，请看。还恭喜你，还果然，来来，献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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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然，谢谢你，果然，好，谢谢。我来一句话，哎，他唱歌很好听，没关系，唱的不错，还有一束花可以拿。有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他让你出来是希望你答应他三个愿望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已经被放出来了，你要上半身要摇，老弟，下半身定住。老弟，我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哦。他希望你像一个火锅一样，哎呦，怎么说呢？赶快滚！快滚！好，那就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你的菜喽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开，闭上眼睛。来，不要看。哎呦，帅！好 ，Open your eyes。哇。熟面孔，熟面孔，是吗？两位聊聊三十秒，聊一下，聊一下，讲话真的是声音很好听，有种真的交男友的感觉。哦呦，没有，空气，
这么安静，顿时凝结。来，我请你们互动一下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开始。你不要害羞啦。很难呢。哦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好想笑，再次再次。露露最近哦，露露单身，露露单身。我跟你讲啦，豆豆他根本就是假装好相处。什么意思啊？豆豆他就是一脸那种很无辜。然后嘞，有一次我就说，哦，看他 po 那个去运动，我就说下次要不要一起去？他就装好心哦，说好啊好啊，下次约你啊约你啊。结果嘞，他都去几次了？去了十几次、二十次。一次都没有约我，他也说要约我去，结果也没有约我。他都是装好心的啦，没有没有，那两个心机女就在诽谤我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在密我说我在运动，好想一起去哦。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就问他们说，哎，今天有没有空，要不要一起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再见再见，从来没问过。再约再约，假问假问，都是骗人的。有约好不好？根本约不出来，那种假闺蜜，他们假闺蜜。没有，他真的没有约过，可以发私讯给大家看。我的有讯息。还有啦，豆豆明明年纪不小了，他就是一个老妹，整天在那边装可爱。可以不要在花花姐面前说老妹吗？对，太过分了。对啊，他又兴奋了。等一下，在他面前不能讲老婆，老妹 OK 哈。嗯，对，就是他整天在那边卖萌啦，让人家看得受不了。哎。对啊，就是其实豆豆年纪也不是很小了，可是每次上节目都穿得很可爱，然后照片都拍那种粉粉嫩嫩的，很爱装可爱拍照，一直卖萌。可是，在节目里面，其实他已经算是老妹了啦，他都要绑那个双包包头啦。哎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绑那个头了，马尾啊，他腮红都画超级重了，就要装那种。日系妆，你们懂吗？我走比较日系的风格，就是我自己的偏好。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在装可爱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每个人都说我什么装可爱，是我本来就长得比较，我就长得比较没有那么冷艳型，额头脸而已。对，我没有在装可爱。但是双包包真的是偏欠揍。好，双包包又不会再出现，双包包不会再出现。不要讲我朋友，他还输三包包。我要加码爆料，加码爆料，请说怎么样？我们那个去小巨蛋冠军赛的时候，我们有两套衣服，第一套衣服说是要工装，大家都是穿深色，他一个人穿一个荧光绿，他成为全场最亮眼的星绿。第二套，这个不行了，说要时尚风，他穿一个超级露身高的平底大裤衩。很奇怪，一下说我不能装可爱，又不能干嘛啊？性感现在也不行，你看他们很严格。是不是讲好了吗？有需要这么深的乳沟？没有，讲好了呢。不是，我们难得在小巨蛋要表演，当然要有诚意，要展现诚意，盛装而已啊，本身就比较有料，也没办法。你不要在露露旁边说有料好吗？真的是太强了，真的是心机女。现在在场只有露露跟我。三国志啦，好好骂他啦，来坏皇后。我告诉你们，小齐炫呢，他都靠露奶来博版面，露奶吗？明明就爱露，还要在那边装害羞，这很好，这很好啊，有就赶快露啊，有就露，好奇怪啊，露对吗？露露，他就喜欢装清纯，然后又想露又不敢露，明明就很想要露给大家看。然后有一次在露营的时候，那你自己有吗？我他露更多。的时候，他就假装很含蓄，这样子穿了一个外套，扣了一个扣子，然后一进去，他就说：“哇，你的奶要爆炸了，要掉出来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要露奶耶，那我扣起来好了。”然后结果真的录影的时候，那个扣子又掉开了。有设计过，有设计过，但是套路，套路没有，因为我
其实真的算还好。你什么还好？你在露露面前又讲还好，谦虚，没有，他很爱露。你们今天到底要把露露逼到什么程度？你们可以不要讲，在他面前就算职场霸凌。有时候里面要穿一些 bra top， 但是我会外面罩一个外套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坐下来，他就是会不小心。哦，崩开，所以有点弹开，真的是故意的。对呀，他的衣服都很低胸。哎呀，那没办法，天生丽质。会常常不小心买到太小件的啦，就常常衣服会太小，因为我背又很厚，上半身很厚，所以衣服有时候就会不小心买到太小件。啊，还有呢，小齐炫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国际巨星啊，偶包很重。他只要出现在现场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妆容完整，而且呢，在等录影的时候都在一直看手机。武装无所可，想要做一个零瑕疵女神，我觉得这个行为有一点不自然。不自然，不会啊，这是蛮敬业的一个女艺人啦。对啊，上节目不就要把妆化好？有一个朋友，他们是外景节目，大家拼死拼活，他还都躲在树荫下嘞，在那里晒阴阳哎。对，然后回去还要敷面膜，面膜还不给别人用，小气。怎么了吗？怎么有些不自然的起立？有点耳熟哎，听到什么事情？啊，对不起。拿到上一集的 round， 上一 round， 这没事啦，没事啦。我想加嘛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大头症，他都不会跟人家聊天，私底下都一直在玩手机。加嘛加嘛，还有加嘛，对他不会跟别人聊天，然后甚至也不正眼看别人。没有，他从小就斜视啊。对，我真的有一点点斜视，不是因为我眼睛范围比较大，其实我看到旁边我就这样看就好了，我就。有点懒，是苍蝇是不是？对，我这样就看得到，我就懒得转头。我可以证明，因为我认识小齐炫那么多年，他眼睛不是斜视，他这个叫复眼。对，苍蝇，苍蝇不是苍蝇，是错汤吗？蜻蜓，他的一憋，其实全部都看得到。他是他全景的，他眼睛真的很大。我这里可以看到这样子，我全部都看得到。这个在这个昆虫就是蜻蜓那一种，啊，在鱼类就是比目鱼。哎，没有比较好的呢，这样很方便 ，CP 值很高。一位智孝的艺人，你好，来，你好，他要喊话喽，你好，你哪一个部分智孝线？我绝对拥有一线女歌手的条件，拜托制作人给我个发片机会吧。Let's go！ 是你，小齐炫，冲出封锁线。不是人就这样，你不是他在做直播，好像赚了蛮不少钱。对呀，但是还是想圆个发片梦。哦，毕竟还是想。台湾现在直播界两大巨星，可能您都不知道。直播界一个叫小齐炫，另外一位就是安以爱。哦，对，他们在哇直播卖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吗？什么卖东西？那不然嘞？卖感情。没有，就是说那个人情感，他在上面表演，对，人家会看。是唱唱歌，上面有个舞台这样。一个月其实收入也可以的，对不对 ？OK 吧，嗯，就还过得去啦，这样。还过得去啊？不好说啦，不要讲，不能讲。那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出唱片的原因是什么？到底为什么 ？Why？ 为什么？就是我之前刚出来的时候。也有在那个表特版上面成为那个表特女神，是。然后现在最近也因为狼人杀又稍微再起了一点，都是女神嘛，对啊，女神。但之前就是加入团体之后，好像就有点，不，那你就不是，不是团体其他人太亮眼了，然后我就有点变暗淡，对对，稍微暗淡。不会啊，但现在就是我们就。解约之后是，所以希望就是可以也有自己的一片天。OK OK， 再来这一首歌，《那女孩对我说》。那女孩对我说，一起欢迎小齐炫。成为。
有点紧张，可能 pitch 有刚刚有一些地方有一点不准，一点点啦。因为他口音，对对对，能够让许孝顺说他丑，让熊熊说熊熊都听出来 pitch 不准啦，真的。你想要发片的歌手哦，有两种。第一种就是他本身有名气，在别的领域发展得很好，比如说戏剧啊、网红，我们来发片，但是前提是这个人本身的基础条件不能太差。是啊，第二种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音乐人，这样。那像我们宪哥就是两种合为一。哎呦，太会讲了，难怪最近都一直看到这种。专家要常发他来上节目，是不是？人家是真正懂音乐的人，对吧？那小琪的部分是这两个类型，我比较难。小有欠缺。也有第三种，像孔庆祥那种可以考虑一下。另外一条路线了。对，就是其实你不会唱歌，但是你硬要出来唱，是一种勇气的表现。像当初钟明轩唱《煎熬》必吹嘛，对，煎熬帝嘛。现在他的 YouTube 订阅要破百万，对，爆红爆红，概念就大。那版主你有什么看法？你给的机会吗？没有。专业人讲的有三种出片，我觉得还有第四种啊，自己出钱，像汉典或露露，有没有？自己出钱，对，有钱也可以啊，这是很认真的。你那个喝得得要卖多少才能发你一张唱片，满足你的虚荣心？对对对，所以最近一直在发传单呐。我个人是觉得我们真的要检讨一下，这么棒的和声老师，对不对？哈。那就多了一票了，你心里面有数，自己回去好好这个评估一下。好，谢谢小齐炫，来，请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齐炫，嗨，我身高161公分，体重最近比较胖，46公斤。然后还有什么？32、23、33。不能讲英文的那个五个字。32，害羞是不是？对，有点害羞。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，你觉得呢？餐酒馆，你自己平常啊，私底下会去餐酒馆啊，跟姐妹或是朋友单吃饭吗？会，年纪越大之后越来越会，就吃饭的时候小酌一点点。今天现场呢也准备了这边店内的招牌料理——牛排月见炒饭，好，我们的主推料理。然后呢，就请你有吃过这道吗？没有，感觉很厉害，上面还有蛋黄。刚好帮你吃个晚餐，这样。如何形容下它的口感？它是个蛋黄。我吃完就讲，没有关系。蛮厉害的，我很惊讶。它这个饭很 Q 弹，而且这个蛋黄画龙点睛。如果只是吃炒饭，就觉得蛮平凡的。但它这个蛋黄故意弄得要熟不熟，可以戳破那种，然后搭配蛋黄吃，就觉得哇。有考虑去主持一些行脚节目，然后去训练一下。邀请我。餐酒馆吃到这样的食物，应该还蛮特别的。真的蛮好吃的，蛮厉害的，而且它又有一点点辣。你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喝酒？因为感觉很重心是放在旁边那一下。没有，我还好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爱喝。你看这个酒，好香哦。哎呦！来这种地方喝这种酒，女生看到就是这种反应啊，这很浮夸，这一定立刻拿起来，然后 Instagram 就开始拍现实动态。这道酒叫《红楼梦》，对，然后感觉厉害的感觉，很厉害耶！来，我帮我们先试喝一下，如何？哦，我原本以为它是很酸甜，几乎没有什么酒精的酒。没想到，很浓，有一些浓哦，但是喝起来是很好喝的那种，是酸酸甜甜，但是又不会完全的酸甜没酒精。我觉得这个男生点给女生可以，很加分是不是？很加分，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没酒，就是很淡很淡的那种，它竟然还有点浓度，它很后劲哎，真的，喝完之后吞下去之后，那个酒精味是这样冒出来，是个酒量好。我觉得我没有到真的很可能，因为我都跟我的团员喝，所以我只能跟我的团员比。但喝酒啊，通常都会玩一些小游戏助兴。
你应该对这些有所涉略吧？小游戏我还好，最常就剪刀石头布。啊？最喜欢剪刀石头布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很快啊。那今天不免俗啊，因为喝了酒，就要来点小游戏助兴一下。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请出我们的司机大哥。我觉得坐很久，很想喝。看到他就有点醉了。还很会说话，难怪他戴墨镜。多一个小小请求，因为我刚刚在旁边看这个。炒饭有点久，我现在双手。你想吃？我想请你喂我吃一下，小小福利。好，很会很会。你出这种要求，我觉得太无理。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没关系。好来，司机嘴巴很大。怎么样，司机大哥？我觉得这牛感觉超厉害的。我觉得你喂食技巧比较厉害。你可以讲一下食物的部分，你一直在那边撩妹，撩什么啊？其实还蛮清淡的，没有想到那么强烈。真的、哦？建议你是翻，下次上节目啊，先去恶补一下，就是要怎么样形容美食这一块。你们从哪里找来司机啊？不知道，火车上列车长。陌生，你是帮我们司机，然后电锯拿了，然后一定来这边。太狠了吧！都来真的啦，而且它不是水哦，要不要先沾一口看看？浓的吗？你的表情，你怎么样？可以讲个话，讲个话，尽量不要说。那我觉得很恐怖。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就叫他骰到一好了，因为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要把一群骰完，等等就获胜。但没有骰到一的话，就是要开始喝下，对，直到骰到一为止。啊，什么时候游戏终止？就是骰到五个一都出现为止。骰到五个一都出现，太狠了吧！啊，哪有那么多久？后面还有五箱在等。对，好了，同时骰哦 ，OK 哦，好。好，可以打开骰盅了。不好意思，三个一，没有一的就要先喝。怎么可能？我第一把就输了惨了，我今天是不是气不好？哇，完蛋了！天哪，这是认真的耶！这是你史上录过最 crazy 的节目。对，难怪还帮我 check 说，确定助理会来哈，他会陪你回家哈。我说会，我想说是把我看得多弱，结果哇。如何 ？OK 吗？还吞得下去吗？哎，好 real 的节纲，浅尝一口说就是吃太真的很浓哎。来，先喝水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因为喝太多怕扛不住了，对吧？会半杯下，半杯。好，那你刚刚等于先存了一杯了，所以再输的话就是我有一个，对，好。到底有没有在晃呢？应该是有吧。会五个一啊！会五个一啊！我真的，这是什么？我傻眼呢！我告诉你，再没有一，我就考虑。会五个一啊！你们是不是整我？这是不是没有一啊？找不到一吗？会把赌黑子。这是不是没有一啊？哦，有。太过分了！我看这，来，这场子不干净。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，好不好？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然后量力而为，然后喝酒过量。OK， 好的，来喝个水。又剩我。对，继续。再找一个。来耶！那不可能了吧？哦 ，OK， 哦，差一点。好的，那一拿出来，然后剩下四颗，你跟司机大哥继续闪。好，那司机该喝了吧？来，开。哦，有。哦 ，OK， 先你们两个要再喝一杯，因为我是三个一。他这么残酷。司机大哥，喝点水。好。讲的很顺哦。司机好，他又等你问。想说不开口不敢喝水，要水。很紧张哈，你在发抖哎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OK， 真的吗 ？OK， 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呦，放过我是不是？让一下。耶，反正是要多让女生是不是？让男生玩久玩那个游戏的时候，这样让人会加分吗？会。比较绅士，很假。现在突然觉得你在发光，好帅哦！来，看，哇！
哇塞 ！IC 大哥，大哥，耶耶耶耶耶！乘胜追击。对，那我们就要喝，然后随时大哥你要再喝半杯，因为我输也是你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运还没跑，耶！第二个，对，现在就只剩你一个了。哦 ，OK， 来半杯半杯，他还要继续甩啊？继续甩到他有一为止。这个游戏这么残酷。你再没中，我帮你喝一半。哇塞！因为他刚骰子都掉出来了，很可怜哎。酸的，对，最后一下啊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好好，慈善大使来了。OK OK OK。你突然觉得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衰了。